哎呀，阿尚，你想啥？我心肝皮薄菜，我就敢出人命嘞。什么出人命？你讲啥？啊，我唔想已经困袂去啊。头一摆为着工斗三工，良心不安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多我甲恁大兄无注意啦，就甲温真甲德龙代志讲，给温真伊妈妈听。哦，伊就气甲走去啊啦。哈，我今仔打电话甲温真讲。袂，应该袂赴啊。妈，啊！你规天是走去底，手机嘛歹吃，你敢知我偌烦恼？好啦，较冷静的啦，阿姨无代志就好啊。遐济啦，你还是先回去了。阿姨，啊，恁着先食饭，我着回去了。稍等下啦。你遐坐啊，我有话要讲。你洗头的钱还你？阿姨，唔免啦，我甲温真哦，免穿到这尔清楚啦。那恁两个是啥物关系？恁唔免算到遮清楚哈。阮都朋友啊。啊，即摆安尼甲我骗哈？吼，我安尼串串几道菜，你甲看卖咧。这几道顶的菜，拢是你爱食。你是阮查某囝呢，我生我敢无了解哈？我卡哈一通电话予你，叫你转来。你不是无吃，无就是讲你无闲，我就知咧。你一定伫外口吼，惹着啥物问题啦？啊，不过我安那想都想袂到，你这么不自爱哈？迄个假查甫人乌白来，啊，母甲大巴肚，他唔敢转来厝的，惊我知。我无乌白来，你阁无乌白来，现拄现巴肚来就有囡仔，阁无乌白来哈？我若真正要乌白来，囡仔早都唔知有偌济啊啦！哎，好，咱同吼较冷静个，我好好讲。你啦，拢你啦，哈！你遐欺负阮温真啦，我要帮你甩头死！哎呀，哎呀妈！戆查某囝，啊，这个人啊，少少安尼去出脚手，甲你占便宜，啊，你到即马还在维护伊哦？伊无占我便宜。阮两个是心甘情愿的。你是在讲什么啦？阿姨，我保证，我对温真一念付出到底，而且我嘛打算要结婚啦。你在讲啥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世人绝对无可能让阮查某囝跟我犯同款的错误啦。好啊，妈，你紧走，别搁笑我。这是我的宝宝，我袂让任何人给抢走。我就是要甲德龙结婚，要甲囡仔生落来。你是在戆啥哈？我自细汉就甲你讲，迄查甫人的话袂听实啊。咱这二十几年来是安那艰苦受苦，你袂记啊，是无？哈，你即马吼，但是甲囡仔生落来，你将来一定会后悔，你的人生就乌有去啊，你知无？咱来去把囡仔提着，吼，你免惊，
妈妈陪你。好呀，我不爱，我一定要把囡仔生落。你千万别把囡仔生落，你后摆一定会后悔啦。这是我的人生，我家己做决定，我袂后悔。你莫因为家己去予查甫人放杀，你就因为我会甲你同款，我甲你无同款。算你给我拍死，我也会把囡仔生下来。妈，你是安怎？我免你关心啦，我若死死的，毋是趁你的心意。哈，后摆就无人管你啊！记在你要安怎去甲查某人过啦？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唔惊路。